人狠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今天啊，天气非常棒，非常凉快。而且呢，今天来几位叔叔和阿姨，为我这个地方捧场来。大家之前也都见过，我都是我爸的一帮好的朋友，我的叔叔阿姨。所以说今天啊，他们特意想吃大锅菜，咱们必须得满足。我买了点五花肉，咱们把五花肉啊先改一下刀，切成小小的大块。咱把切好的五花肉啊直接装盆，咱们准备去炒。着了，辛苦辛苦啊。哎，我特别希望我这种小院，又见炊烟声，哎呀，非常有意境。啊，起锅烧油，起锅烧油，咱们下入冰糖，炒糖了。你这回不要地户了哈。加入葱姜，再来点醋，好了，咱们加入蘑菇，然后把泡蘑菇的汤啊放里边，拿滤网滤一下，加入生命的源泉。咱们把豆腐啊加上，加入鸡精，蚝油，再加入味极鲜，盖上锅盖。等开锅以后啊，咱们炖上40分钟。这会儿功夫呢，咱们就准备一点配菜。咱们今天做冬瓜的，所以说咱们弄点冬瓜。切大点儿！哇塞，同学们，咱们已经炖了40分钟了，现在把冬瓜放里边。好嘞，炖一会儿，一会儿咱们再放盐，放粉条。我们又见面了，你好，握握手来。你好，你好，对，握握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种这么多菜啊，这样不小。哎呀，挺好。起的。哎，多大了？10个半月。那就这样迈步了。哇塞！咱们把粉条下里边，然后尽量不要动，不要让它让粉条到下边去，然后再盖上盖，焖上10来分钟就可以了。你家门口你不喝？哪不要喝？你们哪也不喝啤酒啊？你们喝你们的，我一会儿煮红大锅菜，我也不喝酒了。你可以喝口啤酒。我也不喝，你不喝那看孩子，我给他们喝点。
来，没事，我这一包给你一包就行了。好嘞。哇，没治了。哇，同学们，开始打肉。入口即化。爸爸做的菜好吃吗？好吃啊！啊，别的手艺啊？嗯，你也吃啊，姑娘。一会儿我妈给你弄块冬瓜吃，好不好？吃冬瓜啊！我这有很多的冬瓜，你吃吗？你吃吧，我一会儿给你妹妹弄啊。一会儿啊，一会儿。你爸爸吃完，爸爸看着。我走。你拿那个龙。不过分吧？这个大蘑菇怎么那么大？我没嚼。你们吃饭还？我吃。爸爸一会儿给你盛点来，行不行？我也没吃饱，我也没吃过瘾。人狠话不多，小吃什么都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老铁们，前一段时间咱们去深圳吃的大碗牛肉，哎呀，我现在一直还在回想。然后呢，我妈今天中午今天出院，然后呢，我爸的几个战友过来探望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做的大碗牛肉今天招待一下。废话不多说，咱们先把牛肉改下刀。学生厚片儿，剪成小小的大块儿，咱们给牛肉净化一下，把这个净食机放到牛肉当中，然后这边调成肉类。哎，好了，
螺蛳粉已经净化完了，出了好多脏东西，然后咱们现在就把它洗一下。把牛肉倒入到高压锅当中，加水，加入去腥三剑客，葱、姜、料酒，料酒不能少。然后再加入两个卤肉包，盐、生抽、盐、上气儿以后啊，咱们炖上50分钟。老铁们，咱们已经炖了50分钟了，现在呢，我把气儿给它放了。咱们再炖上它半个小时，先在这儿炖。因为高压锅它只能把肉啊炖软，但一般它不会入味，所以说咱们先在这儿再炖上它半个小时。哇！咱们尝尝。我的天，老铁们，非常非常不错啊！哎，过瘾！哇，老铁们，肉呢？已经很软了，但是呢，咱们再炖一会儿，让它更加入味一点。我尝了尝这汤跟这个肉，这汤非常非常鲜，肉也很软，但是没有什么滋味。咱们再炖上它半个小时，再小火。老铁们，咱们先尝一碗，因为要喝酒嘛。所以说咱们先盛一碗，先让他们当下酒菜，一会儿呢喝完了酒，咱们再一人一碗就是大饼再吃。走，咱们先上菜。好，你跑都到走了。来，谁这儿一杯吧。一杯。我的天哪，这绝对不到位啊。不糖不喝酒就完了吗？干什么呢？啊，你好。啊？你就行了吗？这是。这一年是什么？来，喝好。喝好，喝不好。吃饱。为人民服务，吃饱。喝汤有的是。好。行。
点干了啊，来了吧，来了。这行哈。我去给咱们盛饭。好。来，往卤肉包挑出来。大碗牛肉，这碗着呢。来，我给他们盛来。我有这盘。这盛。这盛。对。这盛啊，这盛这个。想吃几块吃几块啊。多吃牛肉。你吃几块？这要比那个。不错啊，大碗牛肉面那个，那牛肉要多得多，实质多啊。我这想吃。啊。我这有吃的香了，牛肉汤，没事。来，尝，给你尝。那我这尝，这叫。那是放了香菜了呗？放了，葱花放，香菜放上，这家伙。好美味，美味，太美味了。牛肉汤又是吧？小庄，你赶紧再倒点酒。姐。还少了碗。航哥，你看还有多少呢？这个，来吧。哪有？我这还真拿一个。你这有碗，你拿一个干嘛？主要是因为不是。那绝对是，这碗大了，他都。哎呀！来，喝汤去。来，师傅。就跟这衡水湖一样，有180斤鱼，你放水缸里不行，那放河口它不咸。来备一口啊，行吧？两口。吃肉喝酒。哎，明天要回去。人说让他爹说。你回来上，我要回去。带上。人说不让他别说呀，我打电话，我不回去，我打电话。你要回去，明天就泡汤，就这意思吧？没事，老师我可以送你们去，下午回来可以接你们去。韩哥，我有车。就说你们现在定了没有？在哪去调去？给你开，没有本儿的。包子饼。我感觉明天。带上老杜那儿啊，还50块钱，好真得，可能就有点亏。哎呦，不是有点亏，太就是太亏了。真的，我说挣掉的意思时间短呗，挣掉都不行，你别说等了。时间短没事，咱去了咱钓一天，老杜也不会撵咱们。但没你不认识，做时间长也没什么，对吧？没你不认识，他这个鱼不多嘛。哦。意义不大。没事，你这个这个一条。不是啊。哎呀，那碗里边还有没有？实在太香了，汤也非常鲜。肉也非常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牛肉啊稍微有点瘦，如果再肥一点，就更好了。好了，小伙伴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再见，拜拜 ，goodbye。人狠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今天我们买了点驴大骨，回老家，咱们做一个驴大骨吃。
老家呢正好是木火铁锅，咱们看看这个木火铁锅炖的这个驴大骨到底比不比平常咱们做的好吃。废话不多说，搞起。有的是那样的皮的，不是。把肉啊冷水下锅，加入去腥三剑客，葱姜料酒盖盖，咱们再清洗一下。现在咱们换个美女大厨，让我嫂子给你们做。我嫂子正在预备，等一下她给咱炒啊。起锅，烧油。我配音啊，我配音。看了吧，都差不多，都是这些草草果果、叶叶什么的，是吧？都搞里头炒一下子，炒出香味。料酒、醋、老抽、白糖，十三香、砂骨头，咱们一次性把水加足，然后炖上呢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再放盐，偷偷的加上两个料包，超市里有的卖哦。加盐，出锅喽！哇塞，看着就食欲。是手撕的，是手撕的。来吧来吧来吧，小手。咱俩不搁这儿？因为太小不搁了。啊。我说吧，正好，正好，别再不正好，再倒了就真脱了骨。你看，这弄一个半小时，可以。我这回能牛肉还是好多啊！牛肉也得照一个多钟头炒点。我是搞锅炖的。哦，那好的。哎，要40分钟。嗯，40分钟。你好，我嘞。
这香味儿怎么样？不是驴肉，只要一点怪味儿没。啃吧，也啃吧。刚才你们的就是蒸点这东西啊。它这个吃了也，这是骨髓。嗯，这个吃的。这味儿不赖。哦哦，都对。嗯。说妞妞，说妞妞只妞妞只有他们的妞妞，有味道。你吃吃这个白的，好吃。白的好吃。这不成，妞妞平时都不吃肉的。嗯嗯，好吃吧，妞妞？好吃。这大块肉。主任，这你莫把你来从头都喊。你坐这儿，我坐那边。大姑娘，你喊你俩。过去。你看，他们在这忙啥呀？奶奶。妈妈。少回来。这边正好，下那小。那正好。嗯。啊。妈妈，红色的水。嗯。红的。我看看，这现在下头，我看还有吗？没了，没有了。真的，咸蛋什么？多了两块，给他点两块。刚吃完啊？想吃呗？吃。好吃啊？好。这个好吃，那个姜好吃。真的好吃。给他找块是什么？姜好吃还是这个好吃呢吧？还行啊，加底儿了。行。他是真多力量的。你看。你弄了吗？你弄了。啊？你弄了。这羊羔，你说都说说，好吃呗，一定好吃。哎，不赖，不赖。你看这个冻的真好吃。哎，哇，又玩儿，不着急，不要着急，都有啊。阿七，哇，还真甜，这皮肉又熟又甜。好了，今天的视频录就录到这儿了。这是我们一大家子。好了，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再见。